你好，我叫亚莲，是海都佣兵协会新来的雇佣兵，虽然目前评级不高，但认真负责。需要我解决什么？什么都可以。我有什么本事？这个，要不看看我的双剑？我有两把剑，红剑叫做赤影，长得有些可怕，我不喜欢握着它时的失控感，但用着很趁手，挥动造成法术伤害。铁剑叫做手心，让我内心平静，攻击时形成银蓝色剑气，造成物理伤害。双剑同时挥动，造成真实伤害。当我攻击敌人，自身会积攒怒气，怒气越高，我的力量越强。所以别担心，什么样的敌人我都可以应付。命中敌人会为我获得印记，印记层数越高，我可以追加的连击也越多。看这招，叫流星斩，我自己起的，上挑击飞，随后追加连击，最多九段，剑一碰敌人就倒下了。我也很擅长追击，可储备两次的逐月闪让我快速突进并减缓敌方行动，使用逐月闪后攻速更快，争取早点收工。月向空中的落日斩能帮我躲避敌人的致命攻击，然后嘛，双剑出鞘落地击杀一气呵成。当然出鞘的双剑也会为守护而战，我也会用大招来保护遇到危险的队友，不论任务多难我都有办法搞定。常规作战，逐月闪后接四下普攻，再使用流星斩打出连击，这是最基础的爆发连招。如果需要远距离切入，用逐月闪接落日斩直接突到敌人脸上，视情况打出多次普攻，最后流星斩完美收割。被先手也不要紧，利用大招躲避伤害，逐月闪接多次普攻，再接流星斩，反转局势就在一瞬之间。虽然我的本事不错，但以一敌多的情况下，还是要先利用逐月闪提升攻速，快速积攒怒气和流星斩层数，才能愈战愈勇。我身上有不要命的本能吗？大概是吧。那个，怎么样？有任务要委托给我吗？价钱可以商量，实在不行，一块面包也可以。